OK， 喂 ，OK， 好，谢谢这个谢谢这个亚敏徐老师，代表这个名额城市大会的研究院到来这个澳门分享，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 Jackson， 张总这个代表深实集团这个中国里面非常有名的绿色科技投资的集团，还有这个生态圈来分享。我们今天主题是这个信心与想象力。对于这个科技创投在中东发展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想法上面的一些讨论，然后要不首先两位嘉宾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对这个相关的经验。好，首先感谢各位能到现场捧场，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科新 Jack Jackson， 大家可以称我为 Jackson， 然后我们深实集团的是在主要 base 在深圳，我们的创始人叫王石先生，是之前万科集团的创始人。王石先生在2019年退休之后呢，就可能大家也看到过一些新闻啊，就在碳中和领域，我们自己在做一个碳中和社区。深实集团呢，其实就是把整个之前在房地产行业积累的一些绿色建筑的一些基本背景，重新沉淀下来，从绿色建筑开始，从能源管理启动。从一些这个跟新能源科技相关的技术背景做一些积累，先把整个的这个背景整合起来，为以3到5平方公里的这种区域做整体的升级改造。然后我这边呢是负责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社区的出海，因为其实现在能够看到中国企业想往外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当下的这个经济环境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是单点作战、单兵作战想往外走的话，你所会面临的这个困难和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是以社区作为一个地理区位上的整合，同时也希望企业凝合成一个企业社群，把大家的资源拉通、资源共享去往外走，可能会形成更大的一股力量。所以我现在是在做企业出海咨询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够稍后与大家更多的交流，谢谢。谢谢。好，感谢捧场哈。我叫徐亚敏，我们是城市间，就是全球最大的城市间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总部呢在巴塞罗那。一会儿我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情况。总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建立城市间的一个高速公路，信息的高速公路、商贸的高速公路、合作发展的高速公路，然后让所有的城市能够更好的去共同繁荣，这是我们一个愿景。我们的中国区的总部在上海，负责整个中国跟亚洲新兴市场的一个城市间的合作。我们的 key stakeholder 有三类，政府、企业家和投资人，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就是一些重要的 key stakeholder 能够在一块儿为这个城市共同繁荣做出大家的力量，同时也能挣到钱哈，谢谢。感谢徐老师、徐院长。这个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现在就是这个三位都是老朋友，就是这个论坛可能都会比较聊得比较开一点，就是这几年吧，从可能是我们说2017、2018、2019年的中美贸易这个关系开始有变化，到这个2019年开始到2022年，中国经历了整个世界也经历了这个3年、4年的一个疫情的很大的变化，到现在地缘政治爆发了很多各种的冲突还有影响。想首先问一下徐院长、徐老师，就是您觉得其实中国企业家，特别是在可能智慧城市科技这个板块，他这个从业者或者是这个企业的老板，在心态上面，或者是说对于国际市场或者是国内市场的一些心理上面，或者是在策略上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对，这个话题也比较大。总而言之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观重造的过程，信心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己能够从新的时代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简单说，我们现在台下年轻的朋友比较多哈。我们以前的话呢，90年代、2000年的时候，对于外资企业都是仰视的。当时我们在外企工作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牛。
然后也特别的这个精神气很足，因为那时候确实是外资代表一个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对吧？人招聘的这个员工的素质的话呢，英文也倍儿溜，穿着西服，然后拿着咖啡，进出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高级的写字楼，但是确实是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高校毕业的，然后工作多少年呢？所以那波实际上在2008年以前，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一段高速发展期间的话呢，中国的企业家的心态是仰视这些来自于欧美的这些企业家和企业，然后另外一个是忽视什么呢？就是对于除了美国除了欧洲，他看不见其他的市场，也看不见其他的企业，因为最高端就在那儿了。所以说到现在呢又不一样了，零八年经济危机，中国呢这么多年也在崛起，也在赶超，那么很多的欧洲的国家也是战乱不断，然后整个的南南合作，包括我们叫一带一路的整个的倡议，越来越展示出中国的能力。所以中国企业家第一个是更加自信了，咱们出去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比人家低一等了，是觉得哎，我们有那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人家不知道？我们中国设计的这么好，从电子支付到出行到能源交通到安全，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好东西人家不知道，对吧？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你感觉好像变了天了。第二个呢又变成什么呢？自大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你们不理解，我们就要给你推啊，对吧？你不接受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说整个的成熟的一个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从一个相对有点自卑仰视呢，现在变成一个我觉得自己很牛，但是还不能够平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管是中东也好，东南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我们看到有大量的第一个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不一样，地缘的气候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不能说我们带着好东西拎着箱子过去跟人家谈生意了，这是不太现实的。但大部分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去个一两次我觉得签一个大单回来，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整个的世界的变化现在是越来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越来越脆弱。刚才 Andre 提到的关于这个俄乌战争引起那个斯里兰卡怎么一个争端，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联系在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又越来越破碎，大家形成不同的小团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台海也有很多的一些演习嘛，对吧？然后对于股市有没有影响啊？对于这个中国的企业出海有没有影响啊？对于外资的企业怎么看中国有影响，都有影响。包括往前走，就是更大的一个就是中美竞争。中美竞争在引起中东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革，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脉络的。咱们不能只看人家中东人有钱，然后就拎着箱子就去要谈生意，我有货，就是这个太 basic 了。所以这是简单延展一下，我觉得整个思路可能需要再去 humble 一些，然后再去真正的了解人家的基础上，能够看看我能对人家带来什么价值，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这个是硬道理，对吧？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需要可持续发展啊，我们这个海外的市场也是需要，你不希望过来卖个货倾销完了就走掉了，这是大家的 common sense。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企业家，我觉得可能思路更打开一些，因为毕竟见多识广，很多企业家有很多海外的一些工作旅行是吧，生活的经验，包括很多合作伙伴，所以反而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的这种大潮之下能够走得更快更稳能够更有韧性所以我其实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40岁以上的中年企业家就需要小心一些，自己固有的这个 sense 太明显了，这个世界已经早就变化了，但是他还没有察觉到，这就很危险。 OK， 谢谢亚敏。这个刚你说到就是这些出海时候碰到的一些思维碰撞嘛，然后一些文化差异。Jackson， 我知道你就是从上一年开始就是引领很多这个深圳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中国企业到比方说这个阿联酋这个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你在这一块特别是
带领更多中国企业老板各种的年轻伙伴出海到国际化市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一般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或者是一些一些pattern 或者是一些体会，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好，感谢 Andrew 提问啊。我先回应刚刚亚米老师说的几个点，我特别认同啊。第一个是谈到国际化，谈到出海，中国企业现在最需要什么？特别是中国青年企业特别最需要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信心。说的难听点，谈不谈得成？什么时候能谈成？谈成之后谈有多大？不知道。这个过程非常的长，特别是在老外又没有中国人这么卷的情况下，它的节奏特别慢啊。它会慢到什么情况呢？可能在座的有些澳门的同学们哈，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老外，反正我们在商务对接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老外说对不起，下周是我的假期，你别给我发邮件了啊，就大概是这种意思啊。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跟刚刚说的这个具体行动的过程，我们会需要非常的专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现在我们的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国的青年科技企业，知道不仅仅只有中国大陆这么一个市场，我们还有中国的香港市场、澳门市场，更多的是国际市场。我觉得这个从我们一开始布局我们的业务和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举一个非常我个人的例子哈，我夫人是澳门城市大学的，我妹妹也是澳门城市大学的，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在我跟我的交流过程中所面对当下这个社会环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即使他们读的专业应该跟这个会展也非常高度相关哈。我夫人是非常积极的，并且是非常卷的一个人，但我的妹妹基本躺平了。但她的这种躺平，我的理解是能够更加平和的去面对现在这个经济的状态，并且去选择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说到这个，我就是回应一下刚刚奥瑞问我的这个具体的问题。那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我们以阿联酋为例哈。阿联酋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在阿布扎比地区提出了一个叫马斯达尔城市，是一个以城市规模、以社区规模做的一个相当是零碳城市，但做着做着后面发现做不下去了，因为投入的精力、投入的资源太大了，到现在反正就是我努力近零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在帮助的一个案例，在迪拜的话，我们有一个区域，但迪拜很喜欢把一个区域叫做什么什么城市哈。迪拜有个地方叫可持续城市，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啊，就是比如上海的静安区啊，北京的朝阳区啊，让这么一个区，区域里面呢有一个开发的一个目的地叫可持续城市。那我们现在就跟他在密切的合作，做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是需要大量的科技企业来介入的，而这个科技企业的介入，再回应到刚刚亚明老师说的这个信心，其实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科技企业本身的技术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是非常能够支持中东地区也好，甚至我相信欧洲地区和部分美国这个地区也好的，他们的这个长续的发展呢。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帮中国这些企业做好准备，以及帮中国这些企业里面的成员们，也就是在座的很多的同学们参与到这些企业里面之后，这些中间力量做好准备，首先过语言关，对吧？其次如何去理解阿拉伯人可以娶几个老婆这件事儿，过文化关，是吧？第三个是如何真正的从业务的角度上用英语讲好他们视角上愿意听到的中东故事。当语言观、文化观、故事品牌端以及最后的业务端都能谈妥的时候，其实这个 match 就很容易就 match 上了。所以我是觉得有了信心，更重要是有了自信心，同时有了中间的这个专业的对接过程，那就跟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完成了100万美元的第一个项目的落地，并且还是一家很小的企业，刚刚开始的 startup。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帮助过程中的一些案例，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分享给大家。谢谢 Jackson， 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另外接着想问一下 Jackson， 就是说在这个中东的经验沉淀下来，就是第一，
有没有看到一些策略里是特别建议中国企业要改，还或者是一些心态，或者是一个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在内地做的不错的企业，然后到中东的话，我在策略上面或者是在这个面对可能技术各种的，就是有没有一些策略需要关注一下？我觉得策略可能分为三步哈。我觉得如果一家企业可能现在想去了解中东市场，或者不仅仅是中东市场，任何一个外部的市场，我觉得我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想清楚，就是光是想哈，但是想清楚的背后意味着先行动，这是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家企业我现在想往外走了，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家或者大多数的企业只是因为看到了新闻，刚刚看到的这个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对吧？哎，说中国我要投资多少多少钱，看到了新闻，那我们一个项目我就要几千个亿的投入，看到了新闻，阿联酋这个哈利法塔很漂亮，棕榈岛很好看，沙滩上都是穿着比基尼的全世界的这种女孩们，看着新闻发现，只要白袍一穿，黄金万两的状态，然后就准备说好我公司要 all in 中东了，这种是不够的。第一步是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要做充分的前期调研，而紧接着当前期调研基本完成之后，就要到第二步，一定要去现场。去现场什么意思呢？就一定要去现场跟你业务相关的上下游的成员去交流，而这种交流我是建议刚开始先软交流，不是那种带着特别的功利心，就是我今天跟你见面了，我明天就给你做生意，而是先出于尊重，先 humble， 先谦虚的去问你们的这个企业到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这个企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去学习。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老外，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一个老外来到了你家门口说，我想给你做生意，我这是我的产品，你要给我做，我能给你做生意吗？估计也很难。但如果一个老外上来说，走，我们今天晚上喝点茅台，对吧？然后走，我们知道我带你去很好吃的一个川菜馆，吃点火锅。当一个老外如果对中国的文化充分理解的时候，那是不是可能我们与他的这个距离感也会拉近？所以去到现场了解当地的软文化，跟一些就特别是中国企业过去之后，比如说当地的政府成员是不是可以先简单接触一下？当地的已经过去的中资企业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去沟通沟通？当地的比如说以阿联酋为例，当地的白人们，对吧？欧美那些已经过去的这些成员们是不是也可以拜访交流一下？以及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场景，当你跟他们有了这些基本的了解之后，有了这些 common sense 之后，再去谈业务，可能从节奏上面和相互之间的认知这个沟通上面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最后一步就是非常专业的准备，充分的对接。这个从商务的层面上，我觉得每一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情况，我们也已经辅导过很多家企业去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概分为这三步。但对于我觉得在座的可能有一部分是这个同学们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以迪拜为例，迪拜有一个叫迪拜商业英才项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国际合作交流基金会。它是什么呢？就是他会选拔中国的一些企业，中国的一些年轻的这个刚刚的毕业的这个学生们去到迪拜参加一个9到10个月的实习计划。那整个的这个实习计划的过程就基本上按照我刚刚所分享的，先了解做准备，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背景，然后进入到一些企业进入一些实习，完完整整的这一套逻辑之后，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跟阿联酋去做生意。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国际交流基金会，叫 DBA 项目，我觉得今年应该截止了，明年大家可以去哈。就大概说这些。谢谢 Jackson， 这个理解当地文化历史各种的都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同时间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认同的，就是中东也好，或者全球跟中国的关系是互动的、互相的。然后今天第二个词语是想象力。就我们刚刚说的信心这一块，那想象力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像亚敏刚刚说到，就是从这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力可能会有点改变，就觉得自己的位置不一样。同时间呢，可能也希望亚敏可以多说一下，特别是因为徐老师他学了是这个全球智慧城市名人城市研究院的院长以外，徐老师他之前呢也是在负责这个世界经论坛的中国区，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城市转型的一个部门平台，就相当于就是亚敏老师可能接触很多这个在高层次，特别是这种思想领导力上面的一些各个国家的还有这个行业上面的一个领袖，对于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怎么去想象中国的一个理解，这个中国的就他们对于现在中国的一个理解或者想象力，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应该这个中国人也是该怎么去重新去包装也好，或者是定位自己也好，让这个外国人外国市场更加容易，或者是容易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或是这个潜力。想象力呢基于现实，对吧？咱们不能无边的想，特别是基于我们现在真是做一些 real business 的时候，想象的话实际上基于一个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它需要一个统一的一种叙事逻辑跟框架。这个叙事逻辑跟框架是什么呢？我们简单一点说，全球都认可的是 UN 的17个发展和持续发展目标 SDG 覆盖全部。刚才你在片子里面讲到了关于清洁的用水、用电、安全、这个卫生，这些所有都是全人类所需要的。在这种的思维框架之下，你跟人聊天聊的这些东西出不了边吧。我能够给你的城市带来更好的用水、更好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好的这种信息化帮助城市更文明的发展，这都是好事吧。这种 common sense 是超越民族、超越宗教信仰、超越地理的。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基本面，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是你需要的，你想得到的，人家也需要得到。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做一些关于当地市场独特的一些文化呀、独特的一些背景的需求，这个是可以有的。然后第三个才是想象力，共同的愿景。就我们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我们这几年做的工作就是说，如何把全球UN 的17个发展目标落实到不同的行业。这种共识，17个发展目标就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然后要变成大家能够去理解的一些小共识，同时一些发展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我要有清洁的水，我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啊，是吧？我达到目标可能有上游、中游、下游好几个不同的环节，一个上游的水源的怎么保护，对吧？江河流域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怎么去治理，怎么去限制，下游的水厂我的水的治理清洁怎么弄，然后污水怎么弄，它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你要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达成这样的想象才能落地成大家可以去做的事儿。那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更加 solid 的，因为我是理工科的，我觉得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的话呢，你很难去让人真正的让大家投入进来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又要有人，又要有技术，对吧？又要有产品，还要有投资，你讲一个愿景必须要让在所有人都去buy in才行。所以想象力的话呢，是基于现实，基于逻辑，然后基于你可以去实现的一些步骤，然后这个想象力才能够有落地，对吧？然后其实我们不缺乏想象力，我们现在想象力特别丰富，特别是像 AI， 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你抛出它一个问题，它给你很多这些答案，有些很多答案实际上是超出你的想象力的。所以想象力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有很多的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给到你，让每一个个体的人能够连接到全球的这个大脑当中去，对吧？我们上网的时候实际上是你是接驳到整个全球的想象力空间当中去。所以在这个想象力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一个是从数字化虚拟的角度来说，能够给未来的一些业务提供更好的发展蓝海的空间，找出一些新的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的一些需求。另外一种想象是落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想象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沙特或者阿联酋或者说伊拉克卡塔尔这样的海湾的一些国家的城市，在他自己
资源禀赋就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科学发展的空间啊？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水问题，清洁能源问题，我们现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东的电网怎么办，如何能够接驳到更大的一个全球的电力网络当中去。因为中东那边风力资源、太阳能资源特别丰富，对吧？但是它现在由于就是石油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产业的发展的时候，你如何去撬动新的能源的发展。现在其实欧洲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计划是什么呢？我就是在中东的沙漠里面建太阳能电站，建好了之后，然后通过海底的光缆把太阳能发出来的电海底光缆输送到欧洲去，西班牙那边就接完了之后纳入到欧洲整个大电网当中去。这种想象空间是不是很大？这是宏大叙事。如果这种想象空间一旦形成一种共识的话，那所有的可能几千亿几万亿的这种市场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想象力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有这种business sense 的一种 vision 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就是但是还是上天能上天也能落地才行，要不然就只是空想了，对吧？谢谢徐老师这个分享，然后也看一下 Jackson 对于对这个自己本身中国这个对有没有一些好想象力哈。说到想象力这个词儿，第一新一代的想象力，新一代的想象力哈。我们先就我脑子里想说到新一代的想象力，特别是想象力这个词，我第一个想象力我觉得做的最棒的是中国建筑啊。当然我不是中国建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去过很多很多次，也在阿联酋待了好久。刚刚我提到的世界第一高塔哈利法塔，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棕榈岛，以及你可以在这个迪拜主干道上两边看到的路障雪花筒，上面其实都是中建做的。他们就按照刚刚亚米老师分享的，把所有这些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想象的东西，一层一层的，一沙一沙的，一抖一抖的，变成了实际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企业。第二个想象力刚好也呼应一下亚米老师刚刚提到的 UN 的 SDG。绅士集团去年，大家可能有些同学可能知道哈，王石先生其实在14年前就开始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我们已经连连续续一直到现在，每一年我们都毫无例外的，每一年都会带着中国企业过去。去年，我们跟包括要邀请 Andrew 跟我们一起，在叫 COP28 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第28届缔约国委员会。在迪拜展开这件事情上，我的理解是利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这么一个大的关键词，将全世界所有的人原本产生着矛盾、产生着分隔、产生着意见的不同的这些人一次性的聚集到了一起，大家都放下自己的 ego， 放下自己的原本的一些偏见，来谈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合作，我们未来的地球它的想象空间到底在哪里。去年在阿联酋做了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好，我们里里外外的带了接近实实在在30家中国企业去到了阿联酋，做了一个论坛，里里外影响了300多个中国企业家，一起大家坐下来谈谈自己企业从原本的传统制造业如何转型绿色制造业，从原本的我一个普通的陶瓷地板砖，我如何给它挂上也好，还是真正的从绿色角度也好，变成一个绿色建材去出海，从原本的一个大污染的钢铁制造厂，如何开始从能源端变得不再消耗石油，不再消耗油燃料，而是开始用氢能，开始用气，变成一个绿色的钢铁企业。这个都是去年我们带着这些中国企业过去解决以及分享的情况，而这些情况给全球气候这件事情我觉得提供了不仅仅是想象力，也提供了充分的解决方案。而今年我不知道在座的所有的这个会有没有关注联合国气候大会这件事儿啊？今年会在阿塞拜疆，一个我必须承认美女非常过多的国家，并且是一个大家以为虽然旁边就是以色列，旁边就是伊朗，旁边就是俄罗斯，
但是是一个非常，我评定它叫，因为它有石油的这个基础，一个富有且美好的一个国度。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年也欢迎跟我们一起从澳门先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飞到阿塞拜疆，在阿塞拜疆这个地方共同去讨论这么一个小国家也愿意去承担这么大一个联合国气候大会这么一个大的活动，如何去共同把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愿意分享自己的这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大家共同讨论气候变化以及未来生活空间的想象力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希望大家稍后可以更进一步的交流。对，我想补充两个想象力的案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来，因为那个台下的年轻的朋友比较多，我前两天上海做了一个关于 SDG 的一个介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哈，我发现有几个事情蛮有意思的。有一些企业在做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叫空气碳捕捉嘛，空气当中然后把二氧化碳捕捉到，捕捉到做什么呢？它一方面二氧化碳其实也是工业原材料，比如说咱喝的汽水里头就要打二氧化碳吧，对吧？它本身来说是一种工业原料，包括还有工艺里也很多。第二个呢，是它把这些二氧化碳浓缩的二氧化碳直接注入到地底下，地底下有很多废弃的矿井，有些是岩穴，就是开采盐啊这些矿物质的，有些是气田或者油田，打进去在地层里面，然后呢，它跟那个高温高压之下的话，跟那个岩体又产生化学反应，就固化了。就把碳能够捕捉然后固化到地底下，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加拿大和欧洲北欧的国家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做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气候变化，我们另外一个思路是上天。什么叫上天呢？就是气候其实太阳光直射，然后二氧化碳比较多，所以引起温室效应嘛。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者说消纳二氧化碳，第二种情况就是减少太阳光的照射，这两种思路都对吧？很简单嘛。他们想象什么呢？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低空的时候，我们说的低空也是属于平流层以上啊。低空的时候用飞机撒大量的这种铝箔，然后形成一个反射太阳光的这么一个气体圈，一个气层。然后去反射，然后达到地底下的那个太阳不就少了吗？还有一种什么呢？做太阳伞，更高的维度可能是拉个朗日点，拉个朗日点就是地球和这个太阳之间的一个平衡点，这个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力的平衡，在那个地方就不用任何的推力的话，它能保持一个稳定，在那个地方架设很薄的太阳帆，或者就叫做一个伞一样的，然后去隔绝或者说叫做反射一部分太阳光。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宏大的叙事吗 ？OK， 那我们来说，我们美国在60年代，在做登月计划的时候，它是不是想象力宏大叙事？它聚集了一代人、两代人的科技、智力和财力做一件事情，但其实收获很大，因为大量的东西从这个功利性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有大量的技术是运用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去了。比如说微波炉，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复合材料，都从登月计划当中慢慢的落地到我们现在有的方方面面。那我们从想象力的角度来说，从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么宏大的一种共识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能够把想象力变成一些可以具体去做的事情，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年轻人的发展是具有特别重要现实意义的一个思路。那我就正好受你启发哈，提一下。感谢这个杨敏这个非常仔细的一个分享。这个首先时间差不多，然后就在我们这个有一个简单的总结之前呢，看一下台下有没有小伙伴想对于这个 Jason 还有杨敏在中东或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一些提问。有的话举手，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有同事可以问啥都行啊。对，问啥都行，我觉得。对。有一位在，有两位在那边角落那个，有麦可以给一下。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中东它的这个安全状态是怎么样？就比如说它这个有没有武装暴力冲突这种的，包括它这个投资安全发展环境，它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就是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谢谢。OK， 那我来答一下哈。我觉得安全它要分为几个层面哈。首先我必须承认，安全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我去选择一个城市，无论是长居还是短居，无论是商业还是非商业，包括旅游，我的首要因素。这个我抛出来之后呢，我的答案就是，比如说迪拜是我除了中国以外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我100%相信我10:30出去不会有老黑看我，当然开玩笑哈。然后所以说其实迪拜是一个非常，比如说我觉得是从这个层面上非常安全的城市，但是必须考虑我觉得两个方面。如果是个人你去到中东地区发展，但凡是大城市和核心城市，我个人感觉不要被新闻所吓到，即使是现在的以色列我觉得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就在前段时间也去了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当然核心是大城市，那如果是边缘城市或者周边的这种战乱的地区，那肯定是另当别论的。第二个，如果是商业发展，我觉得核心这个安全它有很多层面，国家本身的安全、政治的安全、商业的安全。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是政治本身的安全，其实我们能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太多的这个观察，但是我现在来看中国和中东地区特别是核心的几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是非常良好的。所以说包括刚刚我提到的一个 DBA 项目，其实每年对于中国这个学生过去的这个事情比例也是不断的增加，当然也非常的欢迎中国的双方这个投资。大家可能从新闻也知道阿联酋的高官总统应该下周会来到中国，我相信这个相互的这个联系会更加的深刻。第二个就是从当地的这个商业安全，以沙特为例啊，沙特可能如果关注过沙特的这个同学或者朋友们可能会关注到，整个沙特的这个营销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甚至于他们在小红书上都已经很深的渗透了，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看的比较多的原因。但这个相比于阿联酋，相比于科威特伊拉克那他肯定是做得非常好，但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发展阶段，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它的成熟度是远没有阿联酋高的，它就有点像是有钱的中，就是一方面它很有钱，但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就像是80-90年代的中国。所以说很多的商业惯例、商业习惯，大家可以回去搜啊，应该是在中国山东最近习大大正在访问的地区，有一家企业过去这实打实的亏了100亿。所以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大家回去自己查了，所以它具体是如何去能够真正的去落实它的这个商业安全，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做很多的功课的。但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迪拜、阿布扎比还是什么沙特利亚德，非常之安全，没有问题，大可放心。我补充一下，有几个案例，我有以前有几个实习生啊，有一个在约旦，女生，有一个呢是在阿布扎比学校里面当老师，还有一个是国际机构驻利亚德的一个代表。我们都有微信嘛，我们看他们其实生活呀工作各方面还是蛮开心的，然后说当地的民风也相对比较淳朴。就是咱们要说一个事儿啊，我们要说一下什么是中东国家。中东国家范围很大的哦，中东我们就是海湾就有7个国家，发展方式也不一样吧。咱知道的有阿联酋、有沙特、阿曼、卡塔尔、约旦，还有哪几个？科威特、伊拉克算吗？这几个国家都不一样。你还要说逊尼派和那个什叶派也不一样。你要再分的话，就是逊尼派哪几个国家为主，什叶派哪几个国家为主，那么跟亲伊朗的、跟亲沙特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一定要细化，咱就说想象力也好，什么也好，你一定要细分到我想 target 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找到相应的答案，这个时候才能指导你未来的工作也好、游学也好、发展也好。
所以说如果我 suppose 你说的是伊拉克阿联酋和那个沙特这样的话呢，觉得就是 Jackson 你说的没啥问题，其他的地方的话你就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嘛，对吧？所以中东这个范其实很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就跟咱就说什么是中国，中国有多少个城市啊？大家知道吗？从 TO1 到 TO5 686个，你能说中国，我们到中国来发展，你能告诉外国有人说就一定是一条线吗？对吧？都不一样的。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有个清晰化认知。 OK， 我补充一下啊。两位嘉宾好，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你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海湾国家的情况嘛，然后我会好奇就是你们对埃及啊、利比亚还有伊朗的看法。因为埃及它在中东应该算是人口很大的一个国家，它有超过1亿的人口，而且也非常年轻，但是它的政治状态现在是那个军政府统治，一直没有走得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利比亚，就是据我所知它的石油储量也很高，之前在卡扎菲的时代它的人均收入是当时是比中国还高，所以我会很好奇。然后还有呢，就是伊朗的情况是，伊朗是一个人口大国，另外是他们跟可能跟沙特不一样的，就是他受教育程度特别高，他的青年人，但是他的失业率也很高。所以我会想问两位嘉宾，以你们对中东的了解，你们觉得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地区在之后的发展情况或者是投资机会是怎么样的？我先简单回答一下。首先我必须坦诚地说，对这三个国家的了解我一定没有阿联酋和沙特的认知高。伊朗给我的第一个 shocking 是，在街上会看到很多跟中国一样做了医美的这个城市人民嘛，他们但是他跟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会把鼻子垫高，但他们会把鼻子削矮一点，这个是他们的审美方式。第二个 shocking 是，就是男女的这个性别观念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好，说到这两个 shocking 之外，回到具体的，我的感觉是哈，在跟伊朗的这个对谈的过程之中，伊朗对于中国的投资还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跟埃及，但我没有去过埃及，包括另外一个国家是利比亚，我这两个国家真没有去过，只是跟他们有一些基本的接触。首先从欢迎程度上，他们120%欢迎中国去跟他们交流。但是我只能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中国人在选择跟他们做生意之前就有，如果要做中东地区，他有阿联酋和沙特在前面，所以他暂时不需要考虑，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确实如你所说，从我的判断角度，他们国家的整个无论是政治局面还是宗教文化上面，中国的这个跟他们的合作还是存在较大的压力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包括从我个人现在对于中东的这个下一步的阶段的发展来讲，我会密切关注，特别是埃及，我会密切关注，但另外的可能会放在我后续的梯队里面，就只能大概给你这些分享，谢谢。我就补充几个我了解到的，这几个地儿我一个也没去过哈，但是我读书呢略多一些，所以首先第一个，这几个国家的话呢，实际上跟沙特跟阿联酋一样，都是宗教立国国家。就是伊朗70年代卡列维王朝覆灭之后，实际上是极端宗教嘛。前两天你也看新闻了，总统不是坠机了吗？他那飞机都有40年了嘛，没有备件可以换，被美国封锁40年，对他来说，对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极大的一种制约和压制力嘛，是吧？压制力。所以你要说，咱要是说，如果从富贵险中求的角度来说，那绝对是个大市场啊。问题是你敢不敢去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说，我们跟你说个故事，真的是富贵险中求哦。他们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企业家，他做什么呢？他是做游乐场的。他在伊拉克那边偶尔得到了一个单子，他说：“你看，我们伊拉克这几年发展不好，以前一些引进的一些游乐场设备都老旧的旧，孩子没得玩了。你不然要不然那个，跟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备品备件寄过来，或者说来个人给我们看一看。”他们也很犹豫嘛，对吧？伊拉克这个巴格达那边天天新闻里头的时候不是打仗就是啥的，但是就觉得这个有情怀在，孩子们没得玩啊，也是他的一个业务，他就去了。
中间故事省略很多字儿，但是现在他的中东他是最大的一家做游乐场翻新的一个人，一个商人，这个机会就在这儿，你敢不敢去？而且他能敏锐地捕捉到从一个需求点然后引爆一个市场的能力。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我刚才说什么是刚需啊，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是刚需，安全是刚需，孩子们想玩是不是刚需啊？他也是刚需吧。大人想满足孩子们的这些需求是不是刚需？哈，大人也想玩，游乐场摩天轮谁不想坐呀，对吧？你虽然说国家发展的不好，但是这些人性相关的东西这就是刚需，你能摸得着你就能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话呢，宗教一定要认真考虑，宗教的对于这个国家的治理和这种power 的这种控制的话呢，是你绕不开的，所以最好不要一个人跑。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商会嘛，他就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帮你打开一个局面嘛。所以就是这两头都有，机会很大，但是你要去小心的去 navigate 啊，好吧。最后一位。对，三位老师好。那个我们是一家做视觉类的人工生成工具的一家公司。那针对中东市场呢，去年像阿布扎比政府他们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上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包括芯片啊。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像中国的这种人工智能应用企业在中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谢谢。我先续着亚明老师讲哈，还是中东这个词儿确实太大，它的上高的高，低的低啊，这个范围也很广。我还是先从刚刚你提到了阿布扎比，阿布扎比应该就在去年的12月份提到了一个，它叫 SAVI 计划 ，SAVI 的计划，其实就是关注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包括您做的这方面的技术。我觉得是逻辑哈，我大概分享我个人的建议的逻辑一样的，第一个是。需要考虑好各从企业端的角度考虑好自己对于它其实无非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市场板块，你对于它来说到底你的期待是什么，这个可能得先想清楚，或者那这个最先想清楚就是个人企业现在你面临的到底是找钱还是找市场，还是说你希望找个地方去，因为特别像阿联酋它特别适合做一个 demo 的地方，因为你需要一个地方去展示你的产品，特别是像中东北非欧洲地区哈，迪拜就特别合适。当前面的这个诉求你自己结合个人的企业的阶段想明白之后，好，那再下一步，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做这个做科技类的，比如说那我们去迪拜可能就是我如果是找应用场景，那我就直接和应用场景的这个端口去谈了，那如果我是找投融资，我可能更加期待的是找投融资的金融机构，对吧？那如果我是找销售，那我可能像中国，我举个例子，更直接的方式哈，或者更简单的一个方式，我就直接找一个当地的 distributor 就可以了，他就会帮你卖了，他会带着你去参展，他会带着你去销售，我们可能也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第一步是先了解清楚，第二步是就是了解的基本差不多之后，去那边一定要去当地看一看，去跟那边人聊一聊，然后第三步结合了前两步之后再去看自己的下一步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来看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去那边最好哈，我建议如果是要考虑中长期发展的，还是要去考虑把去那边去派团队，人要过去之后可能对于后续的长期发展可能会更加有价值一点，这样子别人才会对你的产品对你的团队更有信心。对，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看法。我们做视觉是吧，是以物体为主还是以人为主还是以什么，还是都有？都有哈。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比如说咱们一般来说国内很多情况刷脸嘛，很多嘛，但你要是来个中东那边有很多妇女她是戴头巾的，可能留一个眼睛，这个时候可能对人像识别这个场景可能不一定实用了，但是那很多妇女她出不了门，这是另外一码事。所以我还是回到一刚才话题，就是说呢，很多中东的市场它的文化差异它的传统差异一定要考虑到，这是第一件事，我先点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一般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看它的政策或者它的战略，我们现在梳理中东也好东南亚也好它的城市发展的战略里面维度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做企业的一些引导辅导。
这是第一件事，因为你要跟着大势走嘛，对吧？第二个就是看他具体的招商引资的一些条件，你这样的话你去了之后你才知道人家是希望什么样的企业来，给什么样的政策。你光忽悠说让你来，但是不给你支持，不给你政策，不给你税收减免，不给你其他的配套的话，那就是假事，假忽悠嘛。所以你这个地方肯定要考虑好。第三个就是说呢，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个 distributor 或者有一个我们叫夏尔巴人，就跟我们登珠峰的时候必须要有向导，这样的向导的话比较有名的是叫夏尔巴人，夏尔巴人就是一个 guide， 然后带着你走，然后让你能够去迅速的去了解当地的市场，找到合适的土壤。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有的场景不一定在那儿是有场景的，国内有的场景在那个地方场景可能不一样，至少有做变形，所以拿着好东西拿过去不一定卖得出去。所以这是这个，然后还有常规的一些做法，就是那肯定多参加一些当地的一些活动啊、展会啊，了解当地的信息啊，新交当地的朋友啊，这个就 common sense。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 common 的，因为什么呢，咱就说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不是得派一两个人一个小分队先到中国来，整个办事处找一个合资公司合作伙伴然后慢慢做 common sense 啊，大家都一样的。所以我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patient， 一定要有 patient 的，就不是说你两三年过去就一定有收获的。我们此时此刻有一个合作伙伴就在利亚德已经待了半年了吧，会见了无数的人，也没有说一个 solid 的一个那个 business 能够落地，但是你不在那儿那马上就更没有了。所以必须有一个长期扎根的心态。我们跟阿布扎比投资局聊过一些事情，他们总部经常的 接待一些中国代表团，完了之后双方都很懵，为啥呢？中国过去就想，哎，你是投资局啊，给钱呢、啊、我们就有好东西啊，给钱啊。人家说第一个我都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在这儿有什么市场，第二个跟中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不仅仅要你的产品，我要你的研发能力，我要你在当地给我雇人，我要你开工厂、开办事处、开销售网络，就跟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是一样的，将心比心嘛，人家也不过分。你有这样的决心，你有这样的市场，我愿意支持你，给钱，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但是你不能一过去跟我就谈投资啊，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他有大量的一些 engagement 的一些这个 channel 要去 build up。 对，我百分之百同意燕美老师的建议，但是我没去过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主题叫信心与想象力嘛，就是保持着对于海外市场特别是中东市场这种信心，但在前续的这个工作就在真正的迈出去那一步之前还是要做大量的工作。我这个我们可以多交流，没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义乌，为什么呢？义乌对于全球的经济市场的敏锐度是最高的。咱就说今年，我们就看今年美国大选，义乌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竞选结果的。包括我们说今年，今年是奥运，不法国奥运会吧？不说奥运会，欧洲杯谁夺冠，义乌第一个知道，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采购来自于这些国家，旗子也好啊，包括什么竞选之后的什么帽子啊，乱七八糟的，谁是采购量大，基本上就能知道。义乌的商业敏锐度特别高，我们就是从很小的一些切入口，能够去了解到更大的一个盘面。你要找到一些 indicator，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能够把你带入到一个更深刻的一个领域，但你不用去自己了解这些领域。你要找到这些 indicator， 你就能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李克强总理指数，对吧？电力、航运，还有一个啥来着？这几个电力消耗就明显能看出来当地经济到底怎么样，电力的波动就能知道嘛，对吧？还有猪肉这个，还有猪肉，但是中东不要提这个事啊。好，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台下各位观众的非常有趣的提问，然后。再一次给一下掌声，台上两位老师亚敏跟这个 Jackson 的一个很好、非常 insight 的一个分享。谢谢两位在场上，谢谢。然后